然后把凋零骷髅搬到楼上来，搬楼下，楼下没人不能。没好差像真吧？的看不出所以然。你只要在附近那 chunk 有读取到，它是一整排的都会一整个，它不管歪轴啊，不是吗？哦，所以我在我的正下方盖才对吼。那就是我把我那一台平宽加高。平宽加高吗？好久，server RAM 不够，server 的 RAM 现在是8呢，还6，我忘了。在玩什么？看我们文件，我忘了在多玩少了。魔族。原本是要4，但是现在就开始爆了。我觉得我们开始玩一些比较需要吃记忆体的伺服器，是不是开始撑不住啦、啊？感觉是我们用一些机关，然后慢慢的吃掉了。可是我们现在才开始，刚开始要玩模组的东西，就变这样子。这，我才刚发现了火欸。已知用火，然后就被一桶水浇熄了。你不可以。你不能用这个浇熄。等一下哦。对啊，我们用8G 的欸，百8G 的 RAM，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用了多少记忆体吗？不太能。哦，好吧。有没有那一种，很像人家那种电信业者手上会拿一台机器去看那个频，什么辐射量还是什么的？哎 欸，小柯，你头贴换了哦。小柯没有开麦。他不想，他是不是那你是说他 DC 还是 DC 啊？DC？他昨天也是这个啊。哎，之前不是皮卡丘啊？他不是都喜欢用一个川普还是什么的，对对蒙对，娜丽莎啊什么的？要开了哦！耶、好了，冲 yeah！ 冲啊！啊！抢灯哦！失这些业要睡，喽！失业喽！失业喽！server 8G 爆了很正常。好，登录失败，无效的对话。哈，哎呀，哇，你我还左，有机会。你左上角那个按一下吧。我还有啊，机你会。要给你那个按就好了。这他要登录什么啊？这什么？登录账号，这、就是你的原本账号密码。但是你就是要关掉你的画面打一下，哇！或不者是你就是我的原本账最号密坏的码，打算就是我进来重开。了。我的账号密码，等我一下，啊，我先。一定是你刚刚累积了2次失业的关键字。啊，我关错了。还是我先把史莱姆的那个先关起来啊？感我以觉，为你刚刚说，还是我先把是什么？是关键字给关起来。先把那个字词呢设入黑名单啊。我抓白马好了。哎呀，不敢飞了，对不起，不要飞，不这要个飞，吗？飞东飞。不是，不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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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自己以为我用不到马，没想到还是需要马。哦，我刚好在 X0 的位置。哎，我的密码是哪一个啊？自由市场，哎呀，这样讲一讲，害我想回去玩风谷。我风谷又很烂，TPS，风谷很烂，是不是只要花钱就变强了？什么东西？风之谷啊，现在吗？对啊，应该也是啦，看来玩什么速器吧。我那个速器，如果是我那个你速那个器的就话，不就是要真的慢慢弄。对啊，等一下，我看看我的密码是哪一个啊？欸，那两位大大，这个披风要怎么让它变成100趴？它卡75趴2天，让我觉得好难过。
打怪也不是啊，挂网也不是啊，还酷攻。嗨。不是说我这个升怪量太夸张，他不让我吧？不会啊，你升怪砖升怪量很大吗？刚刚如果有龙岩 SM 的话，那个分解出来的量是蛮大的啦。去年六月的霸王馄饨好吃吗？繁星，你是说阿进那个影片吗？还不错，可是那天我拉肚子。应该是阿进没有阿进没有煮熟，所以导致我跟鱼干拉肚子。嗯，哦，没事。嗯，干什么了？算了，我这边要这样重开还有十分钟，我先关好了。没关系啦，聊天嘛。没关系啦，多时速啊，没事啦，可以的。不要生气。是啊。搞不好你不用十分钟就好了。等一下，看看对啊，再忍一下，观众不会那种要你那么早关，我不会让你那么早关的，对，才不会让你那么早关的，想跑，想跑啊！等下又说今天开到几点，然后关，现在关，现在开到几点，马上就回应你的要求，就是现在。It's right now. Right now. 东西吃不下去。哎，你吃不下去了吗？又回来了，可以了。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。哎，我们整理东西。这是小柯。嗯。啊，对了，他不能讲话是不是？嗯，可是你家不是有做一个传送门，是什么的传送门啊？挖矿世界。挖矿世界？对啊，有啊，那天雨月有说啊。哦，那你以后去你家那边挖矿可以吗？嗯，你再说一次啊。我没听到。哦，没有，就挖矿去你家挖。哦，可以，只是那边真的是要用机器挖会比较容易。啊？好、啊，用机器挖的。那矿分布蛮乱的，然后也不一定挖到自己要的矿。哦。那、啊、东西会回到主世界吗？如果用那个环球旅行，应该会吧？试过。用环球旅行应该会吧，他连在地狱挖都会回去了。吼、哦！哟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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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吼！嗯嗯嗯嗯。现在做什么？现在在重开麦块。打包。现在再重开，这个是这苹果喷太远，它都喷很远啊，所以我要用玻璃把它罩起来了。活塞魔杖太可爱了吧！升怪砖是几个啊？几个才会有感应？哦，16，距离玩家吗？嗯，还有蛮近的哎、欸。我记得要十几个吧，十五、十六个。哦，开好久。就是假如要挂材料的话，就一定要走过来。对啊，所以我刚才想说，我要不要直接在我处女房旁边放那个？你说在他底下吗？对啊，马上升，马上死，不然就是叫他一起来跟我挨揍，一起来挨揍，一起关进来，一起嗨。你把它放在那个啊，你不是有一个漏洞让它掉下、啊？嗯，你就那漏洞掉下，刚好就是那个啊，你关你在练的地方啊。
十六格内升怪箱才有效。好，好的，了解。我要看鞋子，没有，我要先做武器。我要先。来晚了，没关系，安安哦。还好你没关台，你要谢谢我们。吃了音乐。关于这一句话会，可是我要关了耶。可是我要关了耶，休息了。保养。如果是自然生怪是24格以上32格以下。生怪抓，可是我们是生怪抓啦。我没事没事。他说自然生怪是在没有生怪钻的状况下吧？对 啊，我们是有生怪钻的。我刚刚说生怪钻的，对啊。薄木，怎么用左键？这魔爪开很久啊，等等啊，等等。现在是火花碎片多到一个爆炸欸，真的啊，简直啦，你要火花碎片吗？我这边也很多了。就自从发明了那个东西之后，就爆炸啦。我想用大剑呢，不想用劈刀了。为什么？会不会太慢了吗？不是，就打单体啊。哦，可是打群体的话，就像刚刚在攻略那个地狱堡垒的时候一样，劈到旁边的人比较好啊，但是他活该啊，是啊，谁叫你的装备不赶快起来？对啊，劈到你怎么可以怪人呢？欸、我的防御力也有两排哦，你的星辰、哦、两排还是被打那么痛哦。对啊，那就怪你呀、啊！拍看着防哎，团团在哈基前面画画的，啪，还不是一枪就直接倒了。谁叫他的？谁叫他要在那个狙击的位置上面晃来晃去？对啊，超准啊！就直接刚好在我按键的瞬间，啪，要经过这样子。哪个好啊？最厉害那一种。有了，有了。西洋剑我应该是不会再用了啦，就是把骨咚咚咚咚咚，啊，就劈刀跟长剑吧。重来回，西洋剑可以走往后跳啊。对啊，镰刀，镰刀也可以举盾吧？对啊，镰刀也可以举盾啊。嗯。哇哦，这神武战哦，镰刀范围更大。哇哦。哇哦！好，今天就开到十一点好了，刚、yeah. 好四个小时，刚好四个小时。所以影院你是做大件哦？做大件没有啊？我都是一般的件啊。对，就是。麦块一般的剑、啊，燃油效率。麦块一般的剑啊，对啊，我现在那一把是麦块一般的剑啊。啊，对啊，就是大剑啊。它叫大。是超巨大神武吗？哎，不是不是，超巨大史莱。哇，这升史莱姆的速度好快哦。所以会不会是你那个机器？生态快，现在就还好啊，没有，我觉得应该也有可能是刚刚是龙岩神武的关系。你知道你听的声音有点电吗？是假的。刚刚 A B C 高嘎低，
电不够吗？哪一个啊？大哎、欸，你要做什么啊？武器啊？没电。其实用来用去，如果你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的话，一般的武器最好用、欸。哎，对啊，我就觉得、啊、最顺手。嗯，我就觉得最顺手啦。嗯，阿公家，我想问一下、哦、粉红色史莱姆球是怎么用出来的、啊？哦，特定的粉红色史莱姆吧？因为他们刚刚好像有人说也是用，就是杀怪机这种的。你要有生抓到那粉红色史莱姆吧？阿哉。看有没有答案，因为之前我好像有看到观众说他那个是另外一个模组的东西。No. 要刷怪场，刷怪场。哇，强化次数7耶，这么猛，好多、哦。要不要用坚果？要。你把怪打远，你还要再过去。哈、嗯，还要再等他回来。对啊。哎、欸，坚果好像也可以。算了，不要。坚果可以集气吧？集气，然后砰，它会很响亮。对啊。啊，就很响亮的过去。产肉汁跟粉红色史莱姆翼的，嗯，什么东西啊？然后他们有说什么糖果世界？有糖果世界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。这一包蛮大的，说不定有。哎、欸，那我要住在那里了，感觉很可爱。有没有发电机可以是用种子发电的、啊？你也太……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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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来啦，来我家啦！哪一个？没有啦，我自己你要几组就给你几组了。我自己也有惨呐、啊，我自己也有惨呐、啊。我只是刚刚就、哦、绿宝石怎么不见了？一定是被杰克拿走了。没有，我身上真的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哦，没有，没有。本地原来反过来按两三下就找到我要的东西了、哦，真是。这个吗？啊，屠宰场哦。还有钢钉跟二。慢慢，好了，够了。哎呦！就是把这个先移到上面，还是说我们今天还要做什么？气做了啊！鞋子说要付那个吗？啊 ！T 一框架 ，T 一框架 ，T 一框架，哦，真的哎。框架，这就是会变低。好，现在是晚上 ，OK， 去抓僵尸。看看攻击多少，五颗星，这几颗星啊，五颗星。好，我现在不能用太强剑去打僵尸了。空拳、啊，这个吗？用这框架捶他的小胸口，捶他的小胸口，用小拳捶他小胸口。对，
大大大大大，我抓。那边现在几点了？你好像问过一样问题两次。你可以看一下聊那个啊，我的实况画面上面有写几分几秒，几年几月几分几秒都有，你看上面就好了。这个我不用回答你了，这个很准的。对，嘿，你看花了那么多时间，就是不跟你讲说几分几秒，还是不跟你讲。要你自己看好不好？自己看自己来。东西，我看到一个好像恐怖的东西，突然想到可以用使用者里面放镰刀来收割动采集。可是他镰刀是左键也可以右键吗？可以啊。哦，对呢，那这样子。可是镰刀的范围只有三乘以三，不是吗？长得快点的话，用镰刀哦。可是我的范围要很广哎、欸。没有，可能就是练镰刀的话啦。哦。红石金齿轮。啊，僵尸，有僵尸。切。为什么要僵尸的时候一只都没有啊？发电哦，日出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。哎，他你那个繁星那边除用发电机种子可以发电吗？哎，好问题耶，看发电看看喽。带个基督训诫，不用啊，我家有啊。哦，我种子也很多。这武器好累哦，他们怪物走路都是慢慢来。好，这是不是现在这样子的人太多不行啊？不行吗？不用放不进去。还是我先把我的生怪砖打包一下。有听到吗？除用的种子放不进去。不用。好。我先把我的生怪砖打包一下。是拿跟村民换东西啊。发电热能，你们看这样伺服器会不会好一点？一定要饱食度的东西才可以。那所以说我这个腐肉也可以啊，反物质腐肉。哇，那如果反物质腐肉可以的话，发电量会不会很高啊？它不是看饱食度回的量吗？没有啊，那个饱食度的那个腐肉，它是给你饱食效果，它应该跟那个饱食度无关吧？啊，对。我们会一次满是因为有那个效果啊。嗯。除非除用发电机本身也会有那个效果，发电机吃饱喽，吃饱喽，不用做喽，对，工作喽，错不行了，发电机吃饱喽，发电，塑料片，现在伺服器这样会好一点吗？还是没什么感觉？等一下，快再跑，我看僵尸被打到以后分解动作往后跳、欸，抓起来，像有了，好像是真的人数关系。嗯，感觉好像好一点点了。清零几啊？好像没有，好像并没有，我也感觉并没有。嗯，好像有一点，好像有好一点。效果好不明。哦，靠！啊！好了，被死还不吓到啊哈！是不是那天我也是被吓到，你还笑我？好，怎么了？你被死还不吓到了？对，你怎么了？为什么被吓到？死还那么可爱？屠宰场可以宰什么？可以宰死还吗？都可以宰吧。哎，屠宰场是不是杀？杀牛杀羊的那些的吗？杀死给，杀死给。生物燃油发电机就是看。我盖盖看那个哎、欸，嗯，很危险的东西。都可以啊。
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村民那个优先，来，村民那个怎么做？搜寻什么比较好找到？刚你就搜寻市集，市集，嘿，它叫市集吧？哦，集市不是市集啊，嘿，集市不是市集，有四方块，哦，太简单了吧？超简单，里面卖超多东西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穿装备啊？哎、欸，没关系，应该也是可以。你怎么穿装啊？我说你只还给我一个纸箱，这纸箱很贵的。啊，还有那些怎么 ？OK， 抓。中人有种子应该算吧。好像没比较好哎、欸，做出来就知道了，呵呵呵呵，什么东西？做伺服器要防发电，对啊，买晚餐的波波，怎么现在才吃晚餐？现在是宵夜了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嗯，对啊，听起来是生殖能，生殖能的话，那这样子有可能可以。先做出来你看，我怎么都是种子啊？还很后面是不是？你可以反方向按，自己吸走了哦。好，你应该要反方向按的。他不是说右边跟左边吗？你要按左边比较容易看到新的东西。我右边都是种子，怎么办？我现在又回不去了。你把它打掉重放看看。他好不贴心哦。可是如果你要种东西的话，基本上全部的作物都有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有哎、欸，啊 ，BOY 是什么 ？BUY 是什么 ？BUY，BUY 买啊 ，buy buy， 哎，三毛，准备 buy 一嘞 ，buy， 我啊，哎、欸，对，就是要种子，然后跟蛋。嗯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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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没有，像没有，像没有，没有。菇的轻盈可以叠加吗？感觉不行啊。嗯等一下 ，what the？ 怎么了？你说我那个黏液珍珠啊？嗯，我有47个了，个还是珠？个，好，好，你很快、欸，好，很好啊，这样以后去你家拿就好了。对啊，那谁又敲我？恼火了。先回家好哦。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，路上小心。这生怪抓的、哦。哎、欸，注意！哈，我肉吃下去了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僵尸嗨，安安安，你怎么从上面来？哇，感谢西瓜，感谢感谢。抓起来。这个基础能量单元也是电池吗？哦，基础能量单元，只是不知道制作会不会很难做，好像还好。可不可以？比较省哦。你伺服器是不是卡住了、啊？对，我刚才会问说是不是，又卡了吗？没有啊，我这边还 OK 啊。因为我这边的献祭用的僵尸，他们刚刚全部都没反应。哦，不是不是不是死掉，是没反应的。应该每一秒他会被吸血一次，刚刚停了好几秒，好恐怖。然后就连续被吸到一次吸干，啪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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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几次？组合方块的哦。但如果你说生怪砖是哪一个啊？
看起来蛮酷的。有护工在底下哎，护工安安，射不到。我不要护工，我要僵尸。那僵尸啊，狐狸怕你走开了。怕不？嗨，真有这么一桶？总共28台，只能一组。阿基，我去你家拿塑料片哦。好哦，塑料片尽量拿。好，它是永久能源。永久能源。有啊，我上次很不客气的拿了。我就问云月啊，这怎么用？他说就这样子丢进去，他会自己弄啊。哦，那我自己拿了。真无燃油。哦，这是干嘛的？生出虚拟怪哦，这么酷！什么虚拟怪？就是 W O O T， 就是观众推荐的刷怪的东西。哦，就是比较不会耗伺服器资源的。W O O T， 哦，这个哦，这个我玩过。什么东西？他说是类似组合的东西。可是他这个是版本不一样啊，哎，对，不太一样啊。嗯。我之前有玩过另外一个版本的神手，但是要从哪一个开始做才会有生怪的？他是要做一个类似祭坛的东西。祭坛哦，可这样感觉很难包住吧？他不会生，他不会真的生出怪物。嗯，哦，模拟哦。嗯，他是模拟那一只怪物出现，然后你直接在祭坛里面杀掉他，然后就会获得他相对应的东西。我的哦，没事。他跟我玩的不太一样，但是稍微研究一下应该可以用。嗯，其实也希望他有那个、特殊掉落物。有啊，都有啊。嗯，那就可以了。蜘蛛